这里是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里的灵隐寺景区，我国著名的佛教圣地，四季如画的风景让游客常年流连忘返。不过今天的冷泉已无元宵，取而代之的是装修机器的轰鸣声，幽静的溪水中悠闲的观赏鱼每天观赏着来自全国各地的不同面孔和匆匆的脚步。千百年来，人们带着似真似伪的问道听禅的心，许着大多是临时抱佛脚的愿，在这条路上的步伐从未停息。修行未必出家，入世必有禅心。在人间和世人一块修行的还有一片树叶，但它出身佛门，文人更是说它与禅一味，它就是茶。善男信女许下的愿望到底能不能实现，那得看造化。可是带不带上一盒西湖龙井茶回去品茗洗心，却就在一念间。出身佛门的茶，即使被文人夸得再高贵，其实也只是一种商品而已。既然是商品，那么买卖双方就得有诚信二字。在诚信缺失的当下，聆听着佛门净土的扫地声，真是声声除心尘。溪水依旧流淌，潺潺的水声真不只是悦耳。自古宁寺出名茶，西湖龙井也不例外。一片树叶有了佛门的出身，再加上西湖水土的喂养，集禅心和高贵于一身的西湖龙井茶为我国十大名茶之首。在想拥有的欲望之下，我们都忘记了一个从小就懂的道理：物以稀为贵。时光终究不会倒流，我们只能等待诚信的回归。欢迎继续收看《西湖龙井茶》纪录片《雨前》第二集。